老铁们，又到饭点了，简简单单，又是农家小蘸酱菜，那个蘸点茄子酱、土豆酱，但是那个茄子、那个土豆我都是搁大集上买的，咱自己家现在还没出呢。你就感觉呢，茄子味道不一样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味道还行，老铁来，老盖来，驴脸淌哈儿来。